这张任务叫做节奏大师2.0。节奏大师，我不太行啊。我也不太行。我不太行啊，我害怕。动词哦。你是节奏大师啊，没有。我害怕。你是真正的节奏大师。我名副其实。我害怕。请挑战没有音乐的节奏卡点唱歌，歌曲播放中途，音乐会突然消失，请将歌曲节奏牢牢记住。 并努力卡住原曲节奏，在相应位置唱出最终歌词。哦，歌词。最后一句如果跟原唱的最后一句误差秒数在0.5秒前后，那就说明挑战成功。是哪个卡哪个字第一个字？对，第一个字。两两一组出战，每组有2次挑战机会，必须有4组全部完成才算任务成功。不是啊。 8点半，爹没赶到，可不是我的事儿啊，是他们的事儿啊。他们的百般阻挠。这太难了，对我呢。那我就在这儿把歌唱了算了。我觉得是这样，把所有强的都分在一起。对，把强的都分在一起。那弱的分在一起。那他强，珊珊这都歌手，哎，弱也可以。弱也行，女团没成功的。那外边人员，我们把强的归在一起，这样他们赢的几率更大一点。 因为毕竟8点半，我还是想看一下这个的，真的，还是想看。当然了，太想看全球首发嘛。大家决定第一组出战的两位，咱俩来，咱俩来，白鹿先来。好，他们俩先来，高手先来，高手先过过招，高手，不要给我立 flag， 就可能会倒。我们给两位出歌单，是怎么有点 KTV 的感觉？ 选哪个？大鱼。不，大鱼很太慢了，很难踩中。我没一个会的呀。哎，红日你会吗？红日，明文遭勋，定不会冷，雷，明文遭也不是特别熟。征服，你会吗？柯然。征服我不会。征服我也不太会。哎，把征服给我留着啊。那咱俩上征服行吗？那你俩唱征服。我俩又一组，根据歌。征服。 喜欢你，你会吗？谁的喜欢？陈洁仪的，可以啊，那喜欢你，喜欢你吧，喜欢你，喜欢你吧。好，第一组成员挑选的歌曲是陈洁仪的《喜欢你》，请出歌。喜欢你是那微笑的眼睛，连日落也看作春泥。我喜欢这。 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，亲亲。我喜欢你，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的诺言。啊，你俩就不对了。完了，你俩这差的老大了，你俩这连合唱都达不到啊。完了。BBQ 我唱快了，好像我不知道。那我们先看一下百鹿的回放。我喜欢这样变成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。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，慢慢清晰。我喜欢你，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手指感应。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的诺言。 我知道他在诉说着你的诺言。我慢很多吗？挺多的，挺多，你慢了半句。白鹿，快了0.2秒。哎，算了，那成了，在0.5秒以内。可是我，我们来听一下周深的情况，听一下专业歌手的节奏。 你这儿慢了，这儿就慢了。有朝一日，白鹿在教周深唱歌。哦，慢了。对不起，周深慢了0.8秒，超过0.5，所以这一组第一次挑战失败。这个真的好难，越慢的歌越难。
算了，我们今天就在这儿摆烂了，把那舞台弄在这儿得了。他们俩都没过，我们怎么办啊？我觉得深深那个是对的，他这是一种故意的一种。我有一些我自己的处理，你知道吗 ？Lay back， 来 ，lay back， 请接受惩罚。哎，你这头发我觉得撒的就更疼。好，两位还有一次挑战机会，可以再挑选一首歌。要不就爱你，爱你是不是比较好唱一点？可以，爱你吧。好，两位第二次挑战，爱你，请出歌。给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慢上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这个应该 OK 的，应该 OK 的，这个应该 OK， 这个应该 OK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成了，这个成了。必须成了，给我都弄得我手都抖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紧张的。看一下这一组的答案，先来看周深。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哦，再少说一点，我在努力憋住了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哎呦，难一点，应该在我0.5之内。差不多了，这个。差不多。这很准了。这很准了，已经。0.1。很准了，很准了。周深刚刚慢了0.18秒，在范围内是成功的。接下来看一下白鹿。要先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再少说一点。哦，你节奏好好哦。多一点，让我心甘情愿。爱你。节奏大师白鹿这个很厉害，他快了0.01。所以我们成了，对不对？0.01几乎就没可以忽略不计了。所以恭喜两位挑战。我俩来赶紧的，早弄完早那什么。请导演组为我们播放黑豹乐队《无地自容》。你害不害怕成为你们的结局？天哪，我都没听过。是我们最后的脸面。请出歌。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，人潮人海中有你陪伴我。太多了吧，右边。一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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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拿耳机。完了，差点完了，完了。完了你不必多想多说，你自己清楚。快唱歌了，你想要多说什么？唱歌快好多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有点夸张哈。差了这么多吗？真的，你快太多了。好多好多。渣哥，你快太多了。渣哥，你真的无地自容。你真的很不想去哎。我真的会离开你。不是，我跟你讲，他这里沙了沙了的，他会有一个白噪音。你就是想要离开我。所以你不能这样，你得这样。这样和这样有啥区别？有区别。那我们看一下沙哥的情况。太多了吧。好，从这已经开始走了，已经快了，已经快了，走远了，已经走远了。就是开始跑，越打越快。你自己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说什么？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我都唱完了，还没到。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哎，沙哥，你唱出了回声的感觉，快了10几秒吧，快了4.18秒。哎，那在你啊，0.5，0.5，你以为给5秒的？给5秒啊？5秒，你还唱啥呢？好，我们看一下晨哥的情况，晨哥那应该是对的，对，晨哥差不多的，我可能也不行。晨哥，晨哥跟小学生在算几何题。同样认识并不在意，你不必过分多说，你自己清楚，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。有一天你会离开我，有一天你会离开我。我也不行，差一点点，差了0.64秒。
哇，太难了，来吧。哎，就这还两声，我这征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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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必须把你们征服。这到你的歌单了，到我的了。请出歌，请出歌。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切断了所有退路，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已如土。他俩一样了，这回嘎嘎的，我告诉你，这节奏老一起快了，又快了，感觉是快了，快了快了快了，那这快了，我真完了。看一下两位的成绩吧。我的心情是坚固，我的决定是糊涂，就这样被你征服，喝下你藏好的毒，我的剧情已落幕，我的爱恨。你看快了一点点，但是我觉得可以了。盆哥快了零点，快了0.39秒。我过了吗？过了。盆哥，这个是在范围内。我一定能在手上会看到你。一定吗？拼了！沙河的成绩是快了0.33秒。征服你们没有？恭喜第二组也挑战成功，接下来是第三组，请就位。我俩都成功 了，你们必须成功啊！来，哥俩哥。哎呀，什么歌呀？你会唱那个《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》吗？我会，但我可以念出来，跟着感觉走。请出歌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我留着余味。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 给。先来看陆柯燃的。曾经爱过谁，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没有在听。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柯燃，要不然咱们回去再深造一下吧。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给。是进了吧，进了的，这是晋级了吗？误差0.11秒。节奏大师，节奏大师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坤儿的情况。慢慢习惯了寂寞相随，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，不让你的脸梦里相对，爱的潮水已经退，我的真情不再随便，我的真情。成绩是误差0.01秒。我跟你一样。哇！粉粉第三组也通过。耶！姚一天面露苦涩。那我们就完成了。怎么会完成三组了？接下来是第四组。压力给到了我们这一组。想唱哪一首啊？姐你定。我定吗？红日你会吗？可以。真的吗？你 OK 吗？哪首？我们选红日。对，我觉得还是快歌吧，快歌吧，快歌好踩一点。Baby， 我们一定会在大漠看到你的，我相信你，我都成功了。委屈委屈，同日我要唱不好的话，我回去就别见柯晴老师了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灵魂就算不绝。
机雷 K， 你的前奏太长了吧？还没唱吧？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怕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怕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我在干嘛 ？OK 的 ，OK 的 ，OK 的，这0.5秒以内，我觉得。看一下两位的成绩，先来看 baby 的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命运就算颠沛流离，命运就算曲折离奇，命运就算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心酸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Baby， 慢了0.17秒。啊，我现在我好紧张啊。一生永远陪伴你，命运就是颠沛流离，命运就是曲折离奇，命运就是恐吓着你做人没趣味，别流泪，伤心更不应舍弃。我愿能一生永远陪伴你。安琪，误差是0.07秒。耶！那我们四组成员就全部挑战成功。节奏大师。没想到那么简单。这一项任务当中，我们设置的两个点，替大家挑战成功，所以我们会去掉一个错误答案，大家可以直接前往正确的任务地点。但是我很想问一下你们，如果让你们选这两个地方，你们会选哪一个？小吃、美食、小吃、饮食，就看你对我们好不好了。他错误的就是小吃，不可能。还好你们成功了。哦，你看，必打卡的小吃点是错误的任务地点。你看，正确的任务地点是火焰山，所以接下来大家就要前往火焰山，完成今天的第二项任务。火焰山这么早去，好热呀！走吧，时间紧迫，朋友们，冲冲冲！我们现在距离最终的演出时间还剩5小时57分，请大家出发吧！出发，欢迎。